的孩子呢也没去那里。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确实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小明显是这样的，跟我们招那两天叫我们喜乐，愿者作为反向维权的这个案件，就是商家呢来这个孩子的一个反映究竟你对的工同时呢也要理性的维权消费者本身我们网络买卖合同文艺青年的一个形象，加上他们两位都是大学生，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呢听梦剧院的歌呢都是有些文化的啊，咁所以You know what it is? I'm just kidding.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嘅时候，你去卡拉 OK 会唔会唱？
唔同嘅人，究竟佢哋有咩神態，會做啲乜嘢？你都是可以会参考其他国家，你自己而言你会不会喜欢参考哪个国家多一点？因为我自己这样看，我就觉得文化会画海波西登岛，当你带着小朋友的时候，你只会他们小心不要走过去。你自己覺得你啱啱所講嘅話，就係俾大眾接受啊。其實係到咗啊。我都覺得我做編劇，你又有觀察距離。我覺得仲有距離嘅。我自己 handle 唔到啊，但係我哋今日都聽咗好多人認分享，即係做編劇加油啊！點樣咧？咁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同觀眾講聲拜拜啦，多謝阿瑩啊，拜拜。拜拜。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做一些布類的產品，那我就住這個範疇怎樣去看自己的人生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綠油中的綠色生活圈呢都有不同的嘉賓想到來去做其他的綠色生活的。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将成为长城汽车、哈弗、长城。